你好啊，这里是机器人书店。告诉店长哥哥，你跑去哪了？我在水果奶奶的大秘密故事派对主题展的现场，明天再带你来玩喽，拜拜。走，大家跟我一起去玩 ，Go！ 告诉你三个大秘密：三楼的秘密，水果奶奶的客厅梦幻又美丽；四楼的秘密，超巨大的机器人店长真帅气；五楼的秘密，快来闯关妖火小学堂，错过可惜。喂喂喂喂！哎呀，店长哥哥怎么可以自己去玩？不行，我不要等到明天，我现在就要去玩。